乳腺癌的手术方式，实际上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两大块，保乳的和不保乳的。保乳的手术我们可以通过切除乳房的一部分，而保留乳房的一部另外一部分腺体和它的乳头、乳晕等主要的视觉注意点的地方。那么我们保下来的乳房是不是能够满足我们就是从美学的角度上的需要，那么又可以分为乳房的充填、移植、假体等等很复杂的一些手术方式。那么非保乳的手术，也就是我们传统的叫做乳腺癌的根治术，也叫改良根治术或者扩大根治术，它是需要切除乳房的整个皮肤，它的乳头、乳晕和皮下的乳腺的腺体要整块的要切除，它的创伤是比较大的。